哇哇哇，养女都变老婆，活地 Alan 的感情生活真是跟他的电影一样咁精彩啊。今年84岁的美国导演活地 Alan 最近就出了一本自传，书入面大爆同依家老婆细自己35年的前养女宋儿怎样开始发展。原来活地 Alan 是养女宋儿22岁的时候就开始地下情，还拍了闪卡，但后来被 Woody Allen 当时的老婆 Mira Florence 发现了张相，而揭发了他们的私情。虽然 Woody Allen 和前养女宋儿开始得有点尴尬，不过他们都一起了20年，相信没人可以质疑他们的爱情。而 Woody Allen 更加在本自传度公开他们的裸照，还说当时我们情欲高涨，彼此握紧的手都分不开。